好，同学们，今天我们要学第五课。我最近越来越胖了。Tujuannya adalah agar kita bisa mampu berinteraksi sesama lain menggunakan bahasa Mandarin yang telah dipelajari。好，同学们，首先我们要先学习新的生词。来，现在我们来读生词。发烧，发烧。照顾，照顾，感冒，感冒，当然，当然，裙子，裙子，最近，最近，月，月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读课文，同学们跟着老师一起读。我们一起来读课文，第五课，我最近越来越胖了。第五课，我最近越来越胖了。我最近越来越胖了。我最近越来越胖了。谁说的？谁说的？我觉得你越来越漂亮了。我觉得你越来越漂亮了。你看，你看，这条裙子是去年买的。这条裙子是去年买的，今年就不能穿了。今年就不能穿了。那是因为你吃的太多了。那是因为你吃的太多了。少吃点吧，少吃点吧。我做的饭越来越好吃，我做的饭越来越好吃。我能少吃吗？我能少吃吗？好，让你们动动脑筋的时间已经到了。来，请看旁边的图案是什么 ？A. 裙子 ，B. 裤子 ，C. 衬衫。正确的答案是。A 裙子，接下来请看旁边的图案。A 最近 ，B 发烧 ，C 感冒。正确的答案是什么 正确的答案是 C 感冒。哎，接下来呢？请看第三个图案，正确答案是什么 ？A 发烧 ，B 照顾 ，C 感冒。正确答案是 A 发烧。同学们要多多在家复习。好，同学们。